Please welcome international film and music icon, Roy Wong. Because you know that ordinary people can't go to the 球场的，是上不了那个草坪的，但是就这次能够站在球场上开球，是一个挺不一样的经历。然后因为我拍过一部戏叫《我们的少年时代》，是关于棒球的，是国内的一部电视剧，然后就是有接触一些，但是肯定是远远不够的，一点都不专业的。我可能比较喜欢出击型的吧，比较享受那种可能淘汰别人的感觉。 小时候戴帽子，我身边人都戴是纽埃尔帽子，但那时候我还不知道纽埃尔，我就说，为什么这帽子旁边都有这个标志呢？因为我身边人所有人都戴的这个帽子。我家是有一个衣柜，反正我衣柜两整层就全是帽子，有几个帽子是从 Monday 到 Sunday 的，就是每天会换着戴。对，我觉得其实男生也可以戴，就是我说的黑色的经典的蜿蜒棒球帽，那女生其实可以戴渔夫帽，那样比较可爱。 接下来的话，就这几天可能会比较忙一点，会去时装周，然后，还是会在洛杉矶学英语，然后为之后电影筹备。那然后11月中的样子会开生日会，我的18岁的成人礼。那之后会有电影，还有歌曲的作品。